好，咁啊，睇睇先，03去到04年有啲咩變咗咧 ？Price index 升咗，即 price 跌幅上升咗啦。Nominal GDP 升咗，咁啊，其他嘢都唔知嚇。咁誒計落個 view 都應該係升嘅，啊，因為佢嗰個 price index 收到升咗約莫15%啦。咁即 price， 我哋知道咁啊 ，percentage change in nominal 大概等於 percentage change in real GDP， 再加翻 percentage change in price level。咁啊，而家呢個 price level 咧約莫15%。Nominal GDP 咧係大過10%嘅，10几%嘅，啊約莫20%啦，啊咁所以咧 real GDP 咧都應該係有個10%左右嘅增長嘅 ，around 啦嚇。OK， 好啦，今日睇睇問題咩先？有邊啲嘢高過04年有咩增長咗？Living standard 增長咗唔知點解啊？記住 GDP 增長或者 price level 增長唔等於 living standard， 因為好多嘢你計唔到嘅，係 GDP 嘅 limitation。real GDP 增長頭先我哋講咗啦，估算完之後咧係嘅，咁啊個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增長唔知，因為 GDP 咧雖然佢升咗，但係佢有幾個 item 噶嘛 ，C 加 A 加 G 加 X 加 M。咁我點樣可以令到個 GDP 上升啊？啲數字 C 升、I 升、G 升、X 升或者 M 減都得。咁啊，但係唔係全部都要咁走嘛？如果 C 係跌嘅，啊其他都係升嘅，咁可以扯翻還條數嘅。所以咧 ，GDP 上升唔等於所有 item 都升，可以有啲升，有啲跌咁樣嘅。好啦，然之後啦，啊 ，average income 我平均收入我唔知啦，可以嗰個 Gini coefficient 我哋都唔知係幾多咁樣，所以我哋唔知收入。